Morni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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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ning. 等我下载一个新版本。 啊？ 哎，怎么不让登录？ 噔噔噔噔 兵团怎么进吗？兵团，你厉害就能进。那你没戏了吗？你不厉害吗？我看看兵团。 有没有划水的？划水的，这不是划水的吗？怎么这么多划水的？划水！一朵云又划水，怎么都划水啊！我靠！划水！ 划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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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划水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踢错了？没有吧？没有踢错吧？应该这些都是划水的吧？划水，都划水。啊，好了，没有划水。好，同意一下。 妈的，TC冰红茶呀！一朵云怎么划两只水？啊，你们申请就行了，只要到那个就可以，到那就可以。他只要到那个坎儿就可以。 想不到啊！感觉倩倩是个傻姑娘的两个奖杯。 全勤400多天，可以。先来把猫猫大头针，先来把赌猫猫。 一个团100人，一个团100人，明天彩排，明天就彩排，后天比赛，嗖嗖的。感谢小航的魔法书，感谢小航的魔法书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。
哎，这守塔者一搜就能到，一点就能到，没竞争压力。清晨申请兵团了吗？啊，没事啊，没改前缀，我不让进。哦，前缀。 比赛开始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！ 排查区出现。嘿，小样，跟我整这套。 排查区出现，这什么东西？减速的吗？垃圾桶？这怎么会有垃圾桶？复活时段开启。 排查区出现。哎，没有人。哪去了？这俩人能躲哪？没子弹了又。去楼上找去。排查区出现。 哎，这边。狂暴模式开启。哎，小子！排查区出现。让我翻进去。排查区出现。哎，别了。 你没考验枪法那个的？排查区出现。嘿嘿嘿，我裂了，这什么东西？伪装，你当伪装着？盘子啊，我的，啊，真是。我们编个小一点的，我们也去找个小一点。 赛开始！哎，别啊！呀，你妹！
排查区出现。嘿，小子，找不到了吧？排查区出现。卡 bug 兄弟们，卡视野。复活时段开启。排查区出现，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兄弟们，盘子，盘子救命的东西，兄弟们。哦，太棒了，兄弟们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排查区出现。哎，排查区出现。没有我，没有我，没有我。狂暴模式开启。队友多纳。啊，小皮球。排查区出现。排查区出现。嘿嘿。啊。哇，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排查区啊，我服了。没，他发现不了我，懂吗，兄弟们？就这种小角落，真的他发现不了。排查区出现。1600啊，兄弟们！你们打过1600吗？啊？哎呦，你不打过1600，2700怎么打出来的？啊？不是，这能怎么打出2000多分呢？你这一个人全杀了，那不能够啊！啊，救人吗？啊，救人还有分吗？这怎么救人啊？你救人不被别人发现吗？裤子上没开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裤子上没开。从第四集一下蹦到第四集，没有皮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撤多肉，撤。
牛皮。牛皮，船哥还是认真啊！啊，船哥还是认真，船哥还是认真呐、啊！我就玩一把躲猫猫，我就沉迷躲猫猫了。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感谢魏可的魔法书，感谢魏可的魔法书，感谢魏可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。这什么整直播吧，他那边有点吵啊，他在训练室，训练室太吵了，我当时就是因为在训练室太吵被赶出来了，所以我不想再感受回去了，看他怎么整吧。帧数有点不高，我得把画质调低点。太吵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感谢中戏留学生的高能预警。感谢中戏留学生的高能预警。感谢老板。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感谢中戏留学生刚刚预警。光影工厂，光影工厂一个人打不了，啊也能打。我直接跳顶上。我记得他平台上也有枪，不会有人跟我志同道合吧？你妹，这也能行？我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下去，毕竟下面有人。我、哦、很尴尬了，不行不行，没药了没药了，出发。又卡了。哦，人挺多，好难搞啊。他这个谁都学精了，你们知道吗？
哎，怎么都倒了？我们这帮年轻人这么不经打？兄弟们，看看补人头啊！兄弟们，行，给同志翻，也翻不出去，算了。盔甲先。喜欢小猪吗？喜欢小猪吗？这边，这边上来。人搁哪了？我说人家名字呢，兄弟们。开山市，开山市，开山市。开个上电视。开山市。不行，我得杀出去了。我这大半天，哪哪有人都不知道。他们好阴啊！我们从这，我们从一边上去，我们从一边上去。人到底搁哪？好，没人打我们。头点上脚步，就这里。不用管，直接打头顶。人呢？没有，他脚下。没想到吧兄弟们，你们知道什么叫以不变应万变吗？兄弟们，大满贯，大满贯当老六怎么了吗？违法了吗？不要当是不是啊？啊，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最近大盘机有点马呀？兄弟们，讲实话，兄弟们，兄弟们也不要是不是
太夸是不是？兄弟们有没有觉得我最近大盘有点满？你们从比赛看，比赛的角度看一下我，回想一下我大反击打的有没有点满？哎，我也感觉你知道吧？因为最近一直在打沙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直在被星辰练，打沙漠为什么打海岛？然后打海岛感觉用不到大反击，你知道吗？就直接我往别人脸上怼了，打近战去了。我也感觉最近大反击满了，我是打训练赛感觉出来的，但我不知道我比赛怎么样。我比赛的话，大反击也没怎么打人，你们看的话比较多。16没以前准，是因为没法练16，你们知道吗？16没法练，兄弟们，因为比赛它是旧版本，我没办法。用新版本去练旧版本的16，这个根本就没办法，那个是情有可原。那不一样的，那16怎么练啊，兄弟们？他没有东西给我练。最后一局看我打 DK 打好几枪残了没死是吧？就有的时候确实是关键时候就给他就满了那么一下。训练赛吗？训练赛大盘机。哎，今天训练赛大盘机，我是你们，我是一直在开枪，你知道吧？一直跟他找感觉，找枪感。然后最后打了 SMG 还有黄二，什么东西？那把最后那个人收下来，让他过点，看大盘技能不能一波带走他，兄弟们。他不要进那个，进里面收东西吧。哎，这30秒关闭电影出场什么意思？电影出口。我大盘机扫车，扫车有的时候还好，还能跟上一下，就是打那个固定靶的时候。但其实你们可以看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得先把这人打死，把这人打死之后给你们看大盘机现在的改动。出，还在里面，还在里面，刚看到一眼，看到一点，刚刚在这里。他打哪？他打什么？OK 死了啊，打箱子是吧？啊，我给你们看啊，大门现在改动，这是这样是不是？哎，这好像没什么饭，远一点好吧，远一点。我们打远一点，你看这样，它是这样的。然后如果你蹲下的话，它就是这样，懂吗？他很难站着打，但是站着打比蹲着打更好移动，懂吗？更好防止被别人秒。
啊，这个是意外。正常的话它会很陡，你看这就是很陡，你看到吗兄弟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，很陡，它这个就这样啊，不陡的话，不陡的话啊没事。啊，三天四还有一分钟啊兄弟们，三天四还有一分钟，三天四还有一分钟，大反击得蹲着玩啊兄弟们，你们就听我的好吧兄弟们。听好吧兄弟们。听我的听我的。我一会儿再找个地方给大家试一下。我找人他动起来兄弟们，他动起来才是真正的。四被压不住怎么办吗，感谢太阳的高能预警，感谢太阳的高能预警。感谢太阳，感谢太阳，感谢太阳。四被压不住你就调灵敏度啊，调高点。不过伤害低是确实的，没车啊，算了，走吧，进圈了兄弟们，家人，兄弟们进圈了兄弟们，哎，哦，左右抖正常的，左右抖，五六你尽量也都是蹲着的，我个人喜欢站着打兄弟们，我个人喜欢站着打，因为你怎么说，你站着打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移动是不是，格外很快开始走位是吧，走位走位走位，但是如果你蹲着的话是不是，别人打你你还得先，你肯定是先走，先走很慢然后再站起来移动，懂吗，而且你还不是这么走，你肯站起来你就可以随便这么跑，而蹲下你可能是肯定是走一边然后站起来再直接走另一边，很少人，我觉得很少人会反方向走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很少人先这么反方向走，我觉得很少，太少了。啊，都怪你们。都是你们的，我还得开车1000多米啊，兄弟们。明天我觉得兄弟们，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播的，我不播大家也能理解是不是，啊，有点卡，我把那个再调低点，把那个再调低点，这你们理解不了吗？我相信你们都能理解的呀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是不是？原来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我们没有心有灵犀吗？我们肯定以成绩为主啊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谁能想到是不是？两周是不是？200万，是不是兄弟们？谁能想到？谁敢想啊？我不敢想。
那我要是有那两百万该多好，乐我都乐醒。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！但你们全部人开枪干嘛呢？没事，兄弟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是不是伞兵？会拍轰炸区？怎么会有枪声啊？走了吗？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是不是？岂能郁郁轰炸区之下？也不是拽文，兄弟们，看电视剧看的。这句话出自吕布。看电视剧看的，兄弟们。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，那是电视剧的锅，跟我没关系。这周再来个两百万，可以，兄弟们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不，这话不能说太早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哎，你们给我下套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内奸啊？细作，有人啊这。我还是有舰长的啊，兄弟们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比之前好了吧，兄弟们？感谢空岛无心的开通骑士，感谢空岛无心的开通骑士，感谢空岛无心的开通骑士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感谢桃树姐姐的告白灯牌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感谢空岛无心的高能预警，感谢空岛无心的高能预警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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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怎么是人机啊？你才是人机呢，这不是人机啊，他都会开枪。感谢老板的高能预警。我们把这边区域，我跟你们说，兄弟们，刚刚那个防区有人，你们看到没？应该都看到了吧？是不是？然后我们把这边区域探明之后，这边区域现在是安全的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回来，是不是？回来，然后反手把它胎修掉。终究是把事情干出格了，兄弟们，怎么把人打死了？
这厕所有人，兄弟们。你妹的，算了，不炸了，我就去看那堆人。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忠于人下。哎呦我去！啊！你太彪了，这怎么有个人？他们怎么是四个？马了，就这呀，兄弟，就这呀，就这我也行，没枪没拉过来，等我把那个投屏重新投过去。你们看有点卡，我感觉你们看的有点卡呀。没事，又是快乐的一天，又是烈烈的一天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这画质还不好吗？这画质多好了，这画质没有比我的画质更好的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我全哥一天到晚可真难受，我全哥。全哥是个可怜人啊！闭上，不行，不能去这样。闭上。那我能跟你说吗？小孩子不要知道那么多。是一家人，是一家人。你们大人的事怎么能跟小孩子说呢？小孩子就应该保持天真浪，天真童真浪漫。我是小孩子吗？我是鬼，我是。你好，我们开始操作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没人呢。感谢留学生的开通守护，感谢留学生的开通守护。有人，感谢留学生的开通守护，感谢老板，感谢守护。
我以前 ID 打轩辕赛 ID 还真叫三宝贝，不过后来觉得太那什么了，就没起。终究还是我也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。我去！没事。我们还是要最，还是要简单一点，兄弟们，玩游戏要玩简单一点，兄弟们。还有脚步，还有脚步。怎么学老弟们在干嘛？是什么？敌方就已经出动坦克了。不是什么鬼啊，我都没反应过来敌方出动坦克了。不是他们已经开始布坦协同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队人，等一下我往后撤去。不是一队，不是一队，不是一队，兄弟们确定完毕，不是一队。什么？摩大血，兄弟们切勿恋战。还好他吗？不是坦克老追我干嘛？没意思了，你这有针对性的，没意思。打那么久的坦克皮都不带掉，不是我们肯定打游击啊，兄弟们。
OK， 炸了炸了炸了！他在那个房顶，我们得往一阶走。演战狼。玩呢，老弟，人啊，人机啊，人机吧，人机为什么搁那蹲呢？蹲楼啊，我傻掉了，凭什么？能蹲车，我傻掉，人机，不要，要不然呢？我这儿有好东西哦，快来！打球，我们打城里的。挺无聊的，他们就搁那死卡着。我没个雷啊，我有雷应该能破个局。我上楼去。车上有人吗？真假？没人啊。然后他那个队友跟人打起来了，我看你帮我帮兄弟，着急的是你，对枪、啊、兄弟，可不可以？什么队友啊？我引过来，我要跟他们打。来了，锅第一个不打，第二个打第二个。他在这个墙角这里，他在枪口露出来，看到没？兄弟们，看我现在追寻这个方向，他枪口露出来了，他贴的太近了。然后爬着换地方，他要丢雷，哎，也不用爬换，直接换地方，他丢雷。不知道城里那堆人在哪，我不知道，他们现在很狗啊。他只要不给我甩雷就行。
我也不计较那么多，别耽误我舔包。兄弟们，打游戏用脑子。哎，兄弟们，打游戏治眼睛。有六倍了，可以拿大换机去了。想要枪算了，没有用，我也不用想要枪。差不多够了吧，差不多了，带两个雷也行，带不了多少刀。怎么用脑控爆头线？回来了吧。哎，这摩托少年好像不刚啊，兄弟们。走了，我们先进圈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怎么用脑控爆铜剑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就不会说话，怎么用脑控爆头线？我到现在没想到啊！我是打游戏要用脑是不是？怎么用脑控爆头线？那用不了脑，那得用枪，你得有一定……嗯？哎，我车嘞？给木木的奖杯，给木木的奖杯，感谢朱迪迪迪的开通见识。无语，被城里的人拿走了。我说他们人跑哪去了？把车偷走了。我们开这个。玩游戏要动脑，兄弟们，看这几个桥是不是？跟你们说，哪一个桥都别过，他喵的！走走这里，走外城那边，真的，哪个桥都别过。我觉得肯定有人堵桥。兄弟们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是不是我也不是被蛇咬过，我就是咬过别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也怕，我怕常在岸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，兄弟们？
人家没有职业思维吗？他可能看鲨鱼看多了，他就会了，兄弟，不需要职业思维。所以这游戏这么久都已经固定套路了。这边有人，黄点，走没走？应该走了吧。走了，没人。看有没有堵桥，我妹堵桥去，我们来这边堵桥。762吗？762近战好用吧？我就只能说近战好用。我用那把枪用了一段时间，感觉就那样，感觉。不过他秒人是真能秒啊，兄弟们，那玩意秒人是一下就给人秒，不给人留活路那一下。段友好像不让直播了，不知道，不确定。我今天去看也是，啊，前面有车，我车队啊，这是两辆车一块走。开车撞过去。只要角度对。哎，没对。只要角度对。啊，没对，走了。再见兄弟，有缘再见。再来一遍，只要角度对。算了，不玩了好吗？不玩了。三个人不好打，我如果能撵倒一个，我直接下车了，撵不倒。打不死，他们来车了，我摇车了，别，哥，别摇车，
有毛病。四个人摇火力车都有毛病。特别是追我这种一个人的。上厕所，憋不住。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拿的啥？这啥？哥老哥。哦。牛皮。这有点顶。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我今天去看围棋了，我会下围棋了。围棋不就把别人棋围起来吗？没有什么难的啊！跟大刘，跟大刘，线上头发，我线上就没大理头发。你猜我在哪？我在民。我哪知道你在哪？不是你那也有吵啊？那谁啊？你旁边？我今天要帮过去证明。酷酷。酷酷。嗯，他怎么在你旁边？你把他揪走。我揪不走啊！怎么还换个人吵啊？酷酷。可以不要。酷总，你确定吗？他声音比你还大。他声音比我还大，他声音比你还大，怎么可能、啊？我的麦克风在我脸上。行，先玩一把，来吧，咱哎打海岛，打海岛。开，开。我一个都不想选，好吧，兄弟们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加油，特种兵！等一下啊，我麦克风离我近，他声音比我大。你这个解释苍白又无力。666，苍白又无力呀、啊！不是你是怎么？我明天吗？明天不知道，明天不知道播不播，兄弟们。明天我不知道播不播。明天看复盘吧，我觉得明天肯定要讲一下什么跳点之类的东西，讲一下复盘。你把我麦克风拉小一点。OK， 哎，这又正常模式，这跳 B 整，正常模式跳 B 整。我跟随着你啊，你上。嗯，好。
你发现我头发长挺好的。你多吃饭，我吃，我这他妈的天天熬夜，然后还搁那吃外卖。你说我头发长挺好的，我可能就年轻吧。晚上吃什么？我可能就年轻。晚上不吃了，晚上不吃了。晚上不吃？为什么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我已经把我的饭弄着落了。啊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给自己装好着落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吃过了？我还没吃过，不过我的饭有着落了。哪里着落？能不能我的有没有着落？你的没有，你的没有，那不够两个人吃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吃什么？那他吃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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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什么你也不知道？那你有着落了，有好吃的。谁？辉哥给你带好吃的？不是辉哥，不是辉哥，辉哥没那么好吃。谁啊？不告诉你，不能告诉你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。You。要回去了好像。对，把你带的人都叫。吃多了的是吧？跟多了抢东西吃。哎。你别管，我饿，我能不管吗？你自己整点东西吃啊！啊？那个冰箱里的绝味拿出来吃一下，可以。就放你一个星期了，好像。大可这样，好吧。我拿那个跟你换。拿什么跟我换？那绝味，我还不是绝味呢，我吃点热乎的，我要吃热乎的。好。啊？什么声音啊？是全解麦的声音吗？三倍。不是，这全国麦还不退啊？好恶心，快跑快跑，这个人我刚刚骗居民让他小声一点，我请他吃夜宵。你死不了，他掉一滴血。可以。结果我跑了。没事，居民还搁那傻呵呵搁那播呢，播着播着然后就那啥了，然后发人跑了。然后夜宵没了。然后夜宵没了，确实。哎，确实。在哪呀？你大声！我声音不小吧？阿米已经在吃了吗？啊，已经吃完了吗？牛皮，牛皮！还有伙食这么好吗？没关系，今天我的伙食更好一下，兄弟。今天我的伙食更好。哪有人啊？这里分一点，我也想吃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昨天看豆哥他们吃了那个盖浇饭，很香那样子，我准备晚上吃一份。行，好好点，多点两份。今天吃不完，明天早上还能再吃。嗯，留着温起来，懂吗？拿锅炉一烧温起来，第二天还能接着吃。我服了，我说实话，我有点饿了，现在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晚饭我吃的也不少啊。点外卖。点。消化的挺快，长不了肉，我真服了。点就行。啊？你给我点一份吗？我什么哥老关啊？你要给我点外卖。我什么哥老关？你给我点外卖吗，王彩斌？我给你点外卖干嘛？我靠！牛逼啊，王彩斌！我点外卖干嘛？感谢王彩斌的外卖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过来给我送一个藏宝图，王彩斌。哇！哦，
对啊、哦、你显的话给你我看我生日了，是不是 要送我个藏宝多，毛可能兄弟，是不是毛可能，那你那我过生日你送我什么，过生日我为什么要送你东西，我擦你过生日我还送你东西，你不送我东西你送我什么了，你忘记我送你什么了，送我什么了，钞票枪啊，对钞票枪、嗯、我还你个钞票枪，不值不值，什么钞票枪，那什么钞票枪够吗，够啊，放屁，那怎么不够啊，放屁，我就给你送了个钞票枪不是吗，放屁吧你，没有就钞票枪少无赖是吧，那你都冲什么，翻翻记录好吧，翻翻去年的礼物，这我翻不着啊，这怎么翻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，应该是今年年前的，没有枪啊，有枪吗，你听到我开枪这是什么枪吗，我醉了呀，我也好穷，你听我这个，那你还行啊，你起码还是个旋动，我不行啊，我这什么破幺六，破幺六，对啊，他就是送的钞票枪，不止，什么不止啊，你就是送的钞票枪，我送的虎牙一号，是毛线虎牙一号，兄弟，我靠你耍无赖呀、啊、你给谁送的虎牙一号，兄弟，我的虎牙充的钱只给你送过，真假的，你有截图吗，就剩我就剩我号上的17块钱，你都给我全部刷走了，我真无语啊！不是，哎，我三倍金要的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儿有好东西哦，快来！大盘鸡要不要？真假？你有截图吗？我上哪给你截图？啊对，我吐了。不是你这不得，又不是没在某个播过，感情就在这了，别说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波哥你也没来看过我呀，那你不得是不是截图吗，那不是传统 吗，大盘鸡要不要，我有，那不是传统吗，你不得截图吗，那你不说你不得截图吗，走了幺六了，找别人拿枪了，大空头啊，我想想我换什么，算了 UMP 吗， UMP 不太适合我，摔倒一个在哪，666 VUMP 打的时候只能说我操他 UMP 那怎么没打过，没办法，我不爱用，我还不能嫌弃 UMP 了，有没有人左边有车，有人直接对倒他一个，强队，但不漏啊，是不是看到我们了，走啊，我顶过去，一楼等王军，有点菜直接顶，打去了，走，哎我怎么有点断错的感觉啊，人呢，勾起来了，我靠人呢，应该还有毒狼，人呢，你看见人了吗，我是看见了的，我没有，我看到人了，但我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我操见鬼了，我往二楼丢个东西，人呢，见鬼了兄弟们，人呢，啊哦啊哈哈，偷袭啊，想欺负牛啊，牛啊，走走走开大车啊，这才是老六啊，我的这才是老六，60块钱抽的特斯拉好吧，厉害，
重点不是特斯拉，重点是60块钱。嗯，好。手机没电了，手机这打完手机没电了，20%的。我这把打完好像要强制。行，正好充电。你下回五子棋吧，昨天我五子棋三连胜，直接吊打对面。昨天我围棋直接把宗师选手打傻了。还宗师，这玩意还能看到宗师？你在初级场能见到宗师？他普通场，我去的普通场看到的。你普通场宗师都不能进去。你玩过？你露馅了吧你？你玩过？那肯定有这个机制啊。你玩过？就跟对，我玩过。匹配你懂吗？匹配。你匹配又不是排位，只能那玩意只能进桌，还匹配。哎我的妈，匹配快速进入，你懂吗？那匹配的是人机。哎，人机，人家是宗师，是人，他的网名叫你不懂我的爱。牛逼！要不你去搜一下。估计那兄弟年龄都赶上你爸了，肯定赶得上。这网名没准是酷酷，酷酷的网名。酷酷。哎，华子守护之盾啊！哎，华子，哎，老板守护之盾。哎，老板。是那个。华是那个简体的，谐音的。你不懂我的爱。看他们走的那么果断，他连手册都没知道我们要我想到了一个那个什么，什么德？叫什么？打有没有这个字？啊，黄金岛。黄金岛应该不会有人来，我们直接开。下次改个名字，爷的事不用你管。嗯、行。德，然后改成那个日语的德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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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爷，陈爷。德。青爷，青爷。那个圈你懂不懂？那个圈什么圈？德，就是德的圈的日语的圈。嗯，好，青爷。那个符号像圈，懂不懂 ？OK。没油了。这怎么连人都没有啊？我吐了。不好玩，还是玩沙漠去吧。日语那个德是吧？不是，青爷，不是，有点像青龙会的。那个、青爷，要不我开青爷？可以啊。来，青爷。可以啊，三弟。来。你叫我爷吗？青爷。哎，有人。楼里有。楼梯，哎，不对，右边。我靠，这个人在干嘛呀？来两个嘞。这个声音一听。看到一个。哦。完了，白给。哎，好烦啊，我。现在有点不习惯那个啥了，我又换回来了。你这个怎么背着你啊？这么牛逼？怎么？我操！你这个扔雷牛逼啊，兄弟！什么东西？有啥？我看你的人形是背着给他捏雷的。抓大爷！我靠！你怎么一直在这个地方？我卡了吗？靠，你这是什么操作？我去！
凭什么他的大盘机腰射就这样啊？兄弟们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他的大盘机腰射这么准？气煞我也！我真醉了。干嘛？他开科技了，打赢我就开科技了我。哎，就玩一撑啊，打比赛打多了，兄弟们就贼想切一撑打，你知道吗？兄弟们，就有的时候，你们知道那种自信吗？就一开第一人称就感觉哎我要赢了，但是就很呆，你知道吗？兄弟们，你们懂我那意思吗？那意思得死你们，然后嘎了。我看多少点，多少点，没多少，打一把山谷，应该能打一把山谷。匹配压队友吧。同学，刚才有自信是好事，兄弟，有自信是好事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喂喂喂喂。喂喂喂喂喂喂，石英城，石英城，喂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我现在我一楼超过六个人，坐他妈五，坐他妈五。四楼，咱只能走四楼。你就是母牛在天下，牛逼在上天。石英城，来石英城。我把五个人都拖了四个人，妈的！你为什么？真跳石心城啊！你这冲击钢琴，你这跳冲击的，刚才往上不是呗？草莓有，没人，有，前方危险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我们俩包枪也没呀，什么前方危险，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我去，打这么狠，一个人没倒，全身透不记得啊，这是什么？兄弟们气势挺狠，就是没倒人。摸过来了，脚步三层楼有人，就一个嘛，就一个干嘛。我需要弹夹，打满机，没人了吧？应该没人了吧？不知道，我打了一个，没有将其他脚步。前方危险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我怎么知道他在卡我吗？停脚步啊！我打他一梭子，然后往后退，他打我一梭子，然后他，我觉得他要换弹，懂吗？因为我先换弹，然后我听到他打我走了之后，他再打了一下，我感觉他要换弹，我趁他换弹的时候冲过去，然后冲过去，他换完弹，他肯定要出来开枪，然后我这时候就不冲，懂吗？我这时候不冲，然后打提前枪，他如果冲就直接接我子弹了，然后就拼谁的枪厉害。
办法，兄弟们。以前我打游戏直接就往上冲，因为我觉得别人打不过我。后来被这帮老六阴多了之后，是不是兄弟们？稍微的还得是不是跟他们打细一点，要不然真没法玩，兄弟们。每天都能把自己气死。有些人呐，你不到他脸上，他是不会打你的。怎么那么多四高的？赶紧出去！啊，好，你不说。有些人，你到他脸上，他也不打你。你有没有？感觉气势好多。太吵了，对吧？你就是其中一员吗？他要走，他这个路线要不收这个防区，要不就往外走。你看，要往外走，要进防区收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队友回救，走，捡包去。没有啊，这哥们儿应该发现我们了。队友应该发现我。你们当老六啊？还有人，雷谁丢的？还有人，什么时候还有人？应该还有人丢雷了。应该还有。前方危险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我说防上面防区可能会有。五号，跟这个二号，跟这个二号走。二号好像看起来挺猛的。哎，这个怎么回来了？就在上方。收车嘛，我不收，我不要车，有个就够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要那么多车干嘛？有东西叫资源浪费，你知道吧，兄弟们？你有一个东西就够了呀，你为什么还要更其他的东西？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看的皮肤，你喜欢这个皮肤，你就用就行了。你为什么还需要其他的皮肤？这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现在有人。哦，刚有被衣服的拿。哎呀我的妈！啊，气死我了！会不会开车？放两颗烟，兄弟，放两颗烟。有一颗烟。啊，没事，我往外拔。哎，丢个也可以，来。往后拉，往后拉，丢个丢个。他们为什么给咱们过去跑？
前方危险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怎么落到这边来了？前方有危险。一队人没了，后面人没。小队露一下。前方有危险。有石头，有一个。我这张特别卡，我操。谁都死了，这边前方危险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再倒一个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个石头只有一个，那一堆只有一个人。死了，这里有个人啊！他们被偷了个背身。有有有，前面有坏人。倒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前方危险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这什么语音包？上面人吗？嗯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前方危险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前方有危险。挪嘞，挪嘞，挪嘞！你们挪一下，往后挪一下。公司让我操！他不带圈。这倒了，嘘，前面有坏人。好的，看到了。哎操！后面把狙啊，都没了。他没有把狙，他没有把狙。后面把狙，后面把狙，后面，后面。他们接人啊，这个车可以一会儿准备扫，听到没，听到没，这个车上全部闯，全部闯，都没掉、哦、别去，要回来，要回来，要回来，往前顶，往前顶，往圈里走，往圈里走，你得打，走不掉。两边都有人，这他妈有个吃毒的，我操的！两边都有人，嗯，确实。我没想到里面这里还有个吃毒的。上三四个就是挺全的，我给他叫开成小的了，我那个人也看不清，我给他叫我快成小的了，求求你的火纸，我连人也看不行，我是真的。行、嗯、了，我这剩最后一个，过来兄弟。三号牛皮、啊。牛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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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你最喜欢、最喜欢音的位置吗？没电了，没电，我这充个电，充电。
宝刀位了啊，兄弟们！宝刀位了啊，兄弟们！没电了，充电，充电。其实大盘机还是有点那啥啊，兄弟们，大盘机还是不行啊，兄弟们，他们家还是不行啊。兄弟们下什么棋？兄弟们下什么棋？都不会玩跳棋，飞行棋也不会玩。来吧，五子棋吧，兄弟们。来吧，正常的五子棋。哦，在这了。我不会玩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之间不得有互动嘛，兄弟们。这哥们叫神采飞扬，来开始。斗兽棋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没有什么负什么四十六。你们听说过神之一手吗，兄弟们？他这是干嘛？我下掉。画画的，兄弟们。他好像在摆阵啊，哎，这帮人怎么都会摆阵啊？没有什么新手区吗？就那种很适合我的那种啊，我也不是新手，算了，我也老大不小。下呀，干嘛呢？啊，不是他，他叫平原啊，这个是应该粉丝进来的吧？他没走。
神之一手。这在 QQ 游戏里玩就行，干嘛呢？哎，我操，下了。下上面还下下面，兄弟们。这里是吧 ？OK。这干嘛呢，哥哥？他把陆总死了呀，兄弟们！他玩太极呢，搁这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我下哪，兄弟们？下这吗？中间加这里，还这里，左这里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，好，右边，好。右边，他堵我了，兄弟们。堵我怎么办？凑，凑是什么意思，兄弟们？凑，你们是在说脏话吗？凑，啊，这个到四个是吗？凑四个是吧？好，凑四个，看到没？凑四个，那怎么玩？啊，兄弟们，要不你们这个吧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然后这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吗？先横再竖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先横再竖，从下到上，你们告诉我。坐标，兄弟们，坐标，五五吗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。这个是吗？五五，五六吗？兄弟们，快快快，预判一下他下面出什么，然后我们快一点，兄弟们，时间不够了，兄弟们。我现在负责嘲讽对面兄弟们。十一七，一二三四五
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个吗？这是几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这里。十一级，六六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他又堵我了，兄弟们，他堵我了，怎么办？到底是五七还是六九还是五九？十一七，好，十一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十一七，啊，五九吗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在这吗？哦，赌他吗？赌他，赌他，赌他，赌，赌这。哦，下面吗？下面还是上面？为什么放下面？没事吗？无伤大雅是不是，兄弟们？下面是星位吗？什么北极星？北斗七星，好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是不是下这？兄弟们快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下这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，是不是？是是是 ，nice， 哦，我们再下这个，兄弟们。我们下这里起飞了，兄弟们！我们下这里起飞了，我们下这里，啊，也没有，也没有很起飞啊。哦，他堵我了，输了，我们可以救活了，兄弟们。怎么输了？不是，没有输了，快告诉我下哪里，别输了。哦啊，真输了，兄弟们！哦，真输了。兄弟们，我要下这里，他是不是就是直接五子棋下赢了六子？兄弟们，那不能，那他只能下赢五子，六子太那什么了。输的不惨，兄弟们，输的不惨，还好，兄弟们，输的不惨。要是围棋，我已经赢了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重新开始啊！兄弟们，坐标，坐标打起来，兄弟们，坐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哦，随便下是吧？
在哪里，兄弟们？兄弟们在哪里？怎么看见了？哦，上面。哦，那没事了。哎呀，在哪里，兄弟们？在哪里？八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你。耍我是不是？八八，我服了。在哪里？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七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我下这吗？你别吓我。七八，七八是吗？七九还是九七？九七是多少？七八九，来着，我觉得九七是正确的。哦，八九吗？八九不就是这吗？不是，你们别瞎搞，兄弟们，别被带跑偏了。这样赢的有成哦。这样他让我自己下是吧，兄弟们？好，他让我自己下，兄弟们。我懂了，兄弟们，他也不会下，兄弟们。他干嘛呢？我怎么感觉他在摆大阵啊？下这里是吧？哎，下这儿，三个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们要赢了，兄弟们，我这下的意思可以等我久一点，好家伙，兄弟们，我们堵上了。他死毒我，兄弟们，这个是腥味吗？兄弟们，这个是腥味吗？这个到底是不是腥味？这不是腥味吗？我是不是被演了？我没地方走了。哦，
好像都赢不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不是因为比时间我们都输了？他又占星位，哎，我下车是不是有点蠢啊，兄弟们？他觉得不能，他又。他没发现，没发现。Nice！ 我不跟他玩，他嘲讽我，快跑！我没忘。哎，上分了，兄弟们！感谢田 C 守护中心的四个奖杯。我属于是闪充，这把打完就玩了，兄弟们，就打游戏去了。哦，吓死我了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没事，兄弟们，勇敢起来！感谢静宇姐姐的高能预警，感谢静宇姐姐的高能预警，感谢啊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感谢大家都这样了还陪同我这么个智障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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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令人感动了。太令人感动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感谢默默的守护之盾，感谢默默，感谢默默，感谢默默的守护之盾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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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好还好还好，兄弟们兄弟们还是有脑子的啊，兄弟们兄弟们，嗯，你们还是可以的，你们还嗯不错。感谢华子，感谢华子的守护之盾。感谢华子，感谢华子守护之盾。
有空啊，有空啊，有空我就直播间拉来一个跟我比谁下的厉害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等着等我打完比赛的，我就直播间拉一个，我们去打一把 ，PB 真的，连着麦跟你比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我们连着麦比，不行，我要跟别人连麦，让别人教我怎么下。那么你们有认识什么下五子棋比较厉害的吗，兄弟们？我上次就是电脑怎么下我怎么下，我这边拿这边下，然后那边拿手机搁那照着下，然后我就点了点点错了，然后那盘棋我就输了。一个对，感谢太阳的高能预警，感谢太阳的高能预警。山上好危险，我们要保住自己。来救一下人。吴凡，兄弟，名字可不兴这么起啊，这年头可不兴这么起名字。你要吗？三。去大仓了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往后拉了呀！现在往后面走。这还算好的了，上一把我打发电厂，干倒两个队友都跳野区，人傻了，想往城区方向跳野区。那个是就玉吗 ？DKG 队服，是是是是是，我什么时候能匹配到一个 NV 队服啊？这样我下手可能会轻一点。你们撞到我是想杀死我，你们没有一点怜悯之心的。我看别人撞去都给别人，都是给人家杀，你们撞我就这样杀我。能都往哪去？一号过来吧，队友都跑房去了。我们突破，快点，快点解决战斗。抓的二级甲用啊，啊！要不我还是身位控制的不好，要不然不会被他打。我说他是放屁，我说他是放屁。
你死了，王三明。我死了。哦，不对，你合了，王三明。合了。真菜啊你，王三明。嗯。别玩纯净，别玩纯净。沙漠，打沙漠吧。我不打沙漠，打海岛，打海岛，连大反击，哦，打海岛连大反击。哦。噔噔噔噔噔。啊，第一人称吗？退，第一人称退。您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看来还在打吗？作息不规律，差不多都三点钟睡啊。作息不规律。我为什么这么帅？你绝对是没开眼，没睁开眼，你是没睡醒。昨天睡了七个小时，困死我了，我吐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阿赖酒，不能睡太少。我小号发的，是不是？没准，真没准。你以为你现在弹幕是吧？其实你们都是我的水军。来，兄弟们，水军扣个一，我看看。什么时候吃夜宵啊，王三明？我不跟你说我有着落了吗？啊，我的呢？我什么时候吃夜宵啊？跟你没关系。我什么时候吃夜宵啊？吃夜宵不带上我，我靠。哦。吃独食是吧，王三明？啊。不是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挑明说了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，我已经把我那份就有着落了，请准备。吃毒食是吧？是不是吃毒食？没有。工资结一下嘛，我的工资你按月结，月结。哎，那个地方怎么变暗了呀？一般十三月的时候就发了。什么东西？他现在怎么变暗了？怎么变暗？就是那个呀，你没看到边上那几个地方都跳蚤了？你去哪儿？光影工厂。你为什么850米跳啊？我要跳这里啊。他吃多了，对他吃多了狗粮，牛逼。都长得跟猪一样了，都快。那都瘦一点吧，肯定。太胖了。主楼好多人。我上面一个人没有，我很开心。那你可能等会儿就会知道你怎么死。一不当心，一不留神，你就嘎了。地方马路打药。不用滑吗？这个东西，那滑不起来有什么用？在上面啊？你怎么在那个上面啊？我说了，我在上面。我这个大盘鸡，我这个喽。好、哦。大哥的，我这里我靠，人头还被补了，唯一放倒的一个，我注意了。我去，完了，有延迟吧。啊！我受不了了，有延迟吧？我都说回来了，凭什么死了呀？这会儿艾特吗？真整不明白呀！哎呦！
不对，这个不能这么飞，得这么。哎，你这怎么办嘛？那就是这么强，实力就摆在这，能咋办嘛？不是啊，兄弟们，真的有延迟啊！我上把也是感觉像延迟似的，他网速比我快吗？啊，完了，过点没架住。好的，要回去了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在干嘛？我还能救，3%，你哭哭，哎，有烟吧？我前面抽烟，随便丢。谁能想到酷酷这既然对上了号，兄弟们？谁能想到酷酷这样竟然对上号？哎，捡个雷。宝莲灯，宝莲灯。多罗蜜。你跟我一起，哇，这不死啊？哎，不动。这你不死啊？往后，一米要把人头补了，不能又被 K。酷酷疯了是吧？酷酷，哎，三楼是没错。这可以进电影吗？怎么进？啊？其他职业大战和电视机打架。哇哇哇！烟囱，拔烟囱了！然后呢？你感觉有点呆呀？哦哦哦哦哦！哦哦电视怪，我傻掉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在打怪，我在打怪兽。等会儿，我在打怪兽。你的地图哪里？我在阿城，我在阿城。我在阿城宝莲灯。等下我等打怪兽，你自己玩会儿。为什么我找不到你啊？我地图上不显示你。有我一份功劳啊，兄弟们！那个。大河店，大河店有妖怪，你快去大河店啊！大河店有妖怪，我小电站也有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有孙悟空在打电视怪，我傻掉。我怎么感觉我们俩不在一个频道上？哎，怎么没有我啊？我不也参演了吗？他在干嘛？有没有我？注意到了吗？电视主宰的核心已经暴露，轮到你去完成最后一击了。哦，最后一击。好，等我换个弹啊，等会儿。
哎，哎，不是吧？我想捡点子弹都不让捡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捡。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找你了。它哪里显示有怪兽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地图上有。没有没有，我已经拯救了地球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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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拯救你妹，你拯救地球。我已经。小医生你。我已经拯救了地球，拯救了这个海岛。刚有个电视怪，你知道吗？电视怪。电视怪是什么鬼？嗯。顾名思义就是电视怪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你看到我在飞机上没？是你刚刚，刚刚那个桌子可以拍电影。什么桌子可以拍电影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有个。在那里，你不是在阿城吗？对，我在阿城。青爷，我马上来，青爷。青爷，你别走，开着车等我。好的，好好的，闪身。青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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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青爷，等我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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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装了一个真人。你去哪个地方等我？你去哪个地方等我，青爷？好的，闪身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客气了，客气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就你会跳是吧？就你会跳。你这还有人呢、啊，有点危险，看见。嘎嘎嘎嘎嘎嘎，他应该没队友了。没有人了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人，我来。我拯救了世界。嗯，对对，你拯救了世界。差点嘎了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填包，我要填包。靠，你怎么填包？还带音效的呀？我有宝莲灯。你再打那个人搁哪了啊？我看到，看到。我这是我的吗？啊，好好好，给你。你要对着包填，你要对着包砸。我靠，你是不是怕我填你东西？你不敢砸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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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需要对着包砸，他不需要对着包砸。对着包肥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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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不是怕我捡你东西？我是。六，走，出发。我们之间这点信任，都没有了吗？出发，出发。我不会捡东西了，真的。出发。下次可劲砸。换辆车，换辆车。不能趁你的夜宵了，我今天跟豆哥吃，嗯，和姑姑，可以啊，可以吧？他们俩伙食好，知道吧？对，确实，他们俩不是大鱼就是大肉的，确实，跟着我反上不是龙虾就是你什么？哎，是吧？跟我。跟我麻辣烫，昨天给你点外卖你就不要。我不想吃麻辣烫。你不想吃就不吃呗，不是不是，我自己吃。麻辣烫不好吃。不会想打怪兽，能不能带我打怪兽？没有没有怪兽可以打了，我已经拯救了世界，只能下一局了。啊，有人我就。有人，我靠。还挺多，丢雷丢丢丢雷丢雷先丢雷，多，挖个甲嘞，我挖个甲给你丢，砸死他！哦，我九斩花球杀，我扔雷了，杀，这个。早知道我丢了，完了，真的都被王天明 K 了。哎，这里是不是可以那个啥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了。哎，可以穿过去啊！之前我看那个某音什么不能穿过去的子弹。什么玩意？你在说什么东西？听不懂算了。我已经拯救了世界了。牛逼逼！走。
哎，哪打到我吗？我干了他，倒了，倒你后面。牛皮，那队友应该是。他盔甲机枪枪，哦哦哦哦，我的妈耶！干嘛？好东西啊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！什么好东西？这不好玩。那走嘛，不好玩走嘛。那也不能给别人啊！来撤，来撤，来撤！是什么来撤？前面有坏人。拿出方向，教堂后面哪边？哪面？我给你标点了，标点也看不着。那你直接说教堂前面有坏人，好几个，别直接冲！赶紧走，别搁这待着了。好好好，你说的对对。哦，我操，最左边怎么有一个？你怎么进去了？我翻进来的，等会儿我看看啊。没人打你吗？没人打。树有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这树有一个。还要救人，经典树吗？看到，看到，看到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，要不过去。我看能不能下来救你。前方有危险。行，你从后面楼顶跳下来呀，别从外面出来呀，楼顶可以翻过来的。楼顶外面有窗户，可以直接翻下来。翻我这边。你直接角落告诉他们我下来了是吧？什么东西？从这边就可以进去。他那个人怎么在最左边的破呀？我还以为他拉到炮楼去了。游上去了，人家不打你。我疯了烟。牛逼牛逼，太厉害了。右边倒一个 ，OK。我上次看出来了，他想抢我小坦克，虽然我不玩，我也不能给他们。不给漏啊，不给机会啊，这帮人。我大哥直接坐坦克上，是真英雄啊！啊！上车！你是真英雄啊！还有人啊，在右边。哈哈！哎，怎么打不了？这炮怎么轰不到啊？死了死了死了！牛逼牛逼！我这坦克要坏了，我服了。就三个人，我顶！你快把子弹全打完了，车都被你干废了。
没有，子弹还有三十发呢，二十多发呢。你叫什么叫杀鸡焉用牛刀吗？今天我真是长见识了。我就是故意让他们打我的，然后我就不用。叫什么？可真，算了，我不说了，有点恶心。可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。小刀拉屁股，什么意思？没事没事。小刀拉屁股什么意思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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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刀拉屁股，我是没想到的。稳工，你不是没电了吗？充了吗？在那？没充上，我在一边打一边玩呢。那你现在多少电？八十七。别玩了，再。八十七。嗯。我靠，那你比我还多呀！多少？我四十一，我屌！只能打这把，打完再打一把就打了。前面有车。哎，有车。前方有危险。醉了，我这个线。好的。服了。这个麦的线被键盘缠住了。好的。上车。就一个人了。但没办法，我没血。他有盔甲枪，拿那个那什么吧，拿 K 投地器 ，Groza 吧。啊，我这还有一个，拿两把，一块 K。那没必要。那没必要，那远点打不了了。让他去。Groza，现在让我们有请和平精英 Top 零枪系。哎，弹舌怎么学啊？今天开车了，陈少爷。我给青爷开车，我给青爷开车，我心里荣幸啊，青爷，我给您开车啊，我祖宗是不是都高兴啊？我家里人都开心啊，我哥直接从床上瘫痪在床上，他直接坐起来了。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，那你看你牛逼。我给你开车啊，荣幸啊，荣幸之至啊。那你牛逼，你这么说的我都不好意思骂你了。牛逼牛逼。好，被剪了八倍 W 挪吧。不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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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练大扳机了。怎么了？知道自己变马了。你真会说话呀，青爷。有没有人？直接腰射，家人们。有没有人？车身。啊！开走。太享受了呀！你闪烁给我开车。是吧？我擦！有车。前方有危险。下面，正阳，右手边。干。青爷，你来一阵，让我捡这个枪打车。哎呦哎呦，青爷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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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的我的我的我。有
有数据好，有数据好。我的。不多少，有数据好。哎，黑猫警长。你那车有油吗？我们车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哪知道？我们现在有新的车，我们现在有新的车。我靠，牛逼啊！这车。这车老牛。我也有啊！我死了，我刚刚，在那个地方嘎了，没有了。抬头，回压头。那只能平地开，好屌！我怕掉河里了。没事啊，车又不会消失。我知道不会消失。堵枪！你开河里行了吧？堵枪！堵个锤子！你堵枪，堵这个枪。左边有人。有人。左边有人，左边有人。攻击小哥哥，拿了。哦，还好，还好。前方有危险。能不能对对枪啊？我醉了。出发！出发！算了，不带圈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不带圈了，算了。我靠！你这车有什么犯病啊？我这是暴气，暴气！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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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听。他人呢？不知道。你找的人，又不是我找的。他刚就在这个前方有危险。是不是有车啊？那怎么可能会翻？他过的人不见了。打独立了，不见了，这是游过来了。他要么就游过来，要么就绕圈，要么在独立。我这还有把狗的，你还可以拿。我两把都不想拿，你想让我拿三把是吧 ？OK。我头上顶一把。看到人了，一把二。嘘，前面有坏人。怎么走啊？我受不了了！帮我加枪。前方有危险。坐走后面。OK。我靠！我差你帮你加枪，我差点嘎了。掉，靠！啥也看不见。怎么说？丢过雷就走。走海岸边，回来喽，回来喽！哎，那个炮楼有一个，哦，是吗？炮楼 ，OK。加油站有人，右边加油站有人。啊？右边加油站有一个。还在独立。敲几个有人？敲底下。嗯，可以。
大神。炮楼啊。对，炮楼。架了那个窗口，我架了他。牛逼，青爷，青爷口气好大，青爷。我直接就都有味儿了，青爷，青爷。太棒了，青爷。对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哇丢，太厉害了，我的妈耶。哎，低调点，低调点，可以可以，差不多行了。OK。差不多就行了。太厉害。我在楼里，我连。太厉害。再一颗小火，他死了。OK。嗯，骤呆然，骤呆然。好。我靠，我身段了，谢谢三少，身段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能跟秦爷玩是我的荣幸。三个小厕所，一百评分吗？真假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谢这个，我不会给你们 S 的荧光。哎，爸爸，嗯，你把那热一热，我饿了。看一下，差不多了。人家要睡觉了。人家要在房间是吧？穿个裤衩给你们看到怎么办？能给你们看到吗？这是能给你们看的东西吗？啊、所以不能。对了，这边打我吃饭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不知道。看情况，可能也许大概不知道。什么裤衩？什么问题啊？什么裤衩 ？Made in China。中国的 VIP。裤衩 YYDS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那这能给你们看到吗？那不可能能给你们看到。你跟我飞啊！不能跟你飞吗？不能跟你飞吗？谢谢小伙子。穿裤衩直播，行，还说啥说啥。你穿裤衩直播吗？小明，我穿你直播。我操，那么牛逼！是。哎，我楼底下有个人，他没枪。开局就干死，直接把一个我要去猛攻了。修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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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，哎呀，修脚修脚修脚，我已经在发育了。老三，牛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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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往中间打了，我打主楼去了。没有人蹲我。啊！哎，没马，我靠，差点点马了。真的。
哎，我帮你开，哥。我帮你开，你这都不舍得开吗，兄弟？这里有物资。好，没子弹呢。你看嘛，守财奴这就是。哦，我靠！守财奴啊！你咋的了？我他妈啊，真没打过他哦！我把他骗过来了，我没打过他。这 AK 钥匙有问题，能不能先用一下这 AK 呀？我不会呀。怎么这么满呀？这妖兽，我把他骗过来，我居然没打过他。还有人吗？哎、我醉了，我真的。谁让你们是骗人、啊？刘一，这句话我是没想到。是吧？是吧？谁让你没事骗人、啊？刘一，这句话我是没想到的。我捏了个假雷把他骗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结果我要是拿了三枪，后面全满，我就醉了。骗子，我傻的。我是吧，直接起飞！我跟你说，杀完那个人，别踢他，出血是你的，是吧？直接三十张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但应该三十张不了，毕竟有闪烁的。哎，我怎么敢抢青爷人头啊？那我岂不是太不懂事了？大神，嘿嘿，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。南少永远第一层，哎哎哎，我在你面前不行。那我们一起三十张，好吧？哎哎，不，您就够了，您就够了，您就够了。我这有个人啊。周围都是人啊。我先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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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不补了。这个准吓人了，这三枪的来不？我再死我就没了。这边有个人，小心点。前面有坏人。我钻洞了，我钻洞了。我反手钻洞了。OK。进防空洞走了。好、哦，看到个大腰包 ，nice。牛皮。差点我人就无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献走你的唇？妈呀！就是他杀的我。献走你的唇？好恶心啊！他把我的唇骗走了，把我杀掉了。你也好恶心啊！你居然说我恶心，王太平。你也好恶心。这我是没想到的。他骗走别人大屁眼的。你有两个定。这可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可让我真是开了眼。有两个。有没有包让我搓一下的？上面有包。高点还有人，听到没？一个大盘鸡。听到了。嗯。靠，停不下了。我旁边有人哦，小心点。加血呢。在我头顶啊，两个。嗯。噔噔噔噔。一局我可以打一个，好像。好像可以打一个。啊，三枪没打死啊。没打死，我走。可惜了。再见。哎，我不要上去。再见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那你有我跑得快，我直接开车跑。你，我大哥直接开车跑。
他在我头顶，六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还有一个。我靠！加个血。哎呦我的妈！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兄弟，这里有人啊，这里有人。前面有坏人。别哥哥，哥哥。啊！他怎么救起来了？哎！我靠！我早都不搬你家了，你死了还有卡，我死了就生死了，我真醉了。哎！完了，哎，我还能活哎！真服了，谢谢我青哥啊，谢谢我青爷。哎，你那位置不好叫，我以为那是最后一个啊。没有，我临死前我就往里边爬，我要往里边爬，我怕我死了。哎，我死了是真的死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嘻嘻哈哈的粉丝们，醉了。吃东西去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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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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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要吃东西。你是不是打完架吧 ？OK， 好，吃东西。血恨。哎，给我手机充上电。我就要没电了，老六，你们这帮挨千刀的老六，你们生孩子没有大屁眼的。啊，除了我之外。啊，挂机呢？取得救了，啊，你们四个狠心的人，你们是一队的吗？啊，不是一队的，你们还不是一队的，老六，哎，行，全是欧德 six 啊，兄弟们，全是欧德 six。吃饭。总结一下。好了，兄弟们。
你们猜这是什么？兄弟们，嗯。